微博之夜肖战会去吗？全网的网友都在问这个问题。微博之夜嘉宾陆续官宣，唯独少了内娱顶流肖战。粉丝们翘首以盼，本尊却是平静如水，一点分身都没有。众所周知，肖战粉丝多，黑粉也多，粉粉黑黑常常争论不休，一不小心就炒上热搜，多次连累肖战本人。微博之夜一向星光熠熠，此次也不例外，绝对不会少了内娱这颗最耀眼的星星。所以他会去，也许会和前几次一样低调的去，不会大张旗鼓的宣传招黑呀。经历过数字事件后，肖战这个名字一度在娱乐圈成为禁忌，江湖人称禁哥，任何人只要提了他的名字，马上会引来一波狂轰滥炸。因此众人为了避免麻烦，公开场合尽量不提肖战二字，也因此肖战度过了一段沉寂岁月，险被退圈。好在自身兵无黑料，休息一段时间后他再次出来，而再次出发的舞台便是微博之夜，现场的红海惊呆了一众人。所以于情于理，肖战都会去此次的微博之夜，既能答谢不弃之恩，也可以多一个展示的舞台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呢？